泰国羽毛球大师赛超级300签表出炉，可怜男单成了国羽最短板，所以哪怕是300系列也是倾巢出动啊。除了赵俊鹏，比赛将于1月31日比2月5日在曼谷举行。上半区石宇奇 vs 卡尔乔，翁虹阳 vs 林俊逸，下半区陆光祖 vs 普拉尼斯，李诗峰 vs 维尔玛。石头前景不妙啊，如果前面几站打不出成绩，后面高级别比赛就打不上了。马来西亚公开赛已经被周天辰淘汰了，下一站印度公开赛第二轮就是安塞龙，然后印尼大师赛还要打资格赛，突围成功就是李子嘉。翁虹阳和昆拉武特可能不太有优势，李诗峰很有可能和陆光祖会师四分之一决赛。女单张怡曼和韩月，上半区有英达农，下半区马琳，且看曼曼和月月能否斩于坐下，有好戏看了。男双何济廷周浩东对阵泰国选手，任翔与谭强对阵台北组合，梁王都不需要打三百了，而且还有陈柏杨刘毅打资格赛。女双大拆对刘胜书美张淑贤，谭宁夏玉婷，李文妹刘璇璇，还有资格赛的李怡静罗徐敏。小将们加油，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吧。混双黄鸭组合拆对分别搭档杜月和冯彦哲，不过小混双露脸了，蒋振邦魏雅欣陈星陈芳慧，好好打，未来你们要继承大统的不能只有黄鸭雅思顶着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